兄弟们刚交完房租啊，实力大减呀！这个月生活费要省着点花了。我准备去沙河大集去赶集啊，那边菜卖的比较便宜，我准备花10块钱买菜吃一周，看看这10块钱能买到哪些菜。扫一辆。买了一兜青椒，一兜西红柿，一共10块钱，5块钱买这么多辣椒，真是不少呀。这就叫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在这条乡间小路上，竟然买到了菜，美滋滋呀！买到菜了，回去煮面条喽。今天这一趟没算白跑啊，没白跑。真是美滋滋呀，虽然在那个沙河大集没有买到便宜的菜吧，去了没开门吧，但是回来路上竟然买到了这么便宜的菜啊，5块钱这么多辣椒，这是那种不太辣的辣椒，正好不太辣可以接受，黄皮辣椒吧应该是。然后这是买的番茄，5块钱买了这么一兜，这么多我觉得是挺划算的呀。哇，这番茄每一个都特别红，嘿，这一周的菜是有着落了，这么多菜配合挂面吃一个星期，今天吃这个番茄，剩下的番茄放到冰箱里面。另外我还有2个鸡蛋，还有一块肉，这一块肉在冰箱里面已经冻了3个星期了，每一次我想吃的时候把它拿出来，特别硬啊，没有提前解冻，然后我就又给它塞回去了，就已经这样冻了3个星期了都没吃。从明天开始吃这一块肉，我会提前给它拿出来解冻一下，今天就不吃了，来不及了，等会儿要煮面条了，今天就吃剩下的这2个鸡蛋。今天的面条里就放2个辣椒，一个番茄，一个鸡蛋，这还有半截之前吃剩的大葱，今天吃一个葱叶子吧，切一下。这是之前吃剩的这个生姜，来一块。辣椒切一下。
起锅烧油，加入葱花姜片，加入鸡蛋，加入辣椒，这个锅就是火力不是非常的猛啊，现在已经开到最大火了，就是柴火锅的那种感觉，没有那个电磁炉那么猛的火力。加点盐，哇，这辣椒炒的好香呀，感觉可以先盛出来了。直接加入开水，准备煮面，下入挂面，加入刚才炒好的辣椒炒鸡蛋，来点生抽，再来点盐，再来点十三香，面条准备出锅了，再淋点香油。 OK，为什么每一次面条都正好做一碗呢？太神奇了。兄弟们开饭喽，看看今天的面条怎么样。好吃。尝这个辣椒辣不辣？这辣椒一股鸡蛋味儿啊。哎呦，挺香的，这个辣椒一点也不辣，一丁点都不辣，这个辣椒不错。这鸡蛋都炒碎了。真香啊，这种锅炒出来的菜就是香，确实香。再配点小榨菜，这小咸菜吃起来真不错啊。来口面条汤，吃到一块姜，好喝。今天吃面条把小风扇打开了，凉快。
一块姜。挑战买10块钱的菜吃一个星期，我感觉完全可行。10块钱还是可以买到不少菜的。这个面条汤一定要喝完，面条汤里面很多番茄，最有营养了，真美味。吃一碗面条，冒一身汗。OK， 全部吃完了，美滋滋。